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54面，54面，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看第四吧。诸法相即自在门，上显相融，慈表相即，净矣。华严十住品云：一劫是多，多劫是一。譬如水之于波，一水与一，一波与多。波劫是水，水劫是波，彼此相即，而各自在，故云相即自在。这是解释这个第四门的标题。前面一读相融，广狭自在，都是说显示出一切法了，它相融。不但相融啊，而且相即，一切一切，一切皆一啊。什么？无非都是给我们说明诸法实相啊，一切诸法的真相。这是华严境界，诸佛如来的境界，能够切入境界，就是宗门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教下所讲的大开圆解，我们净土宗所说的理一心不乱。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的义理啊，有相当的深度。而四呢，四就在我们眼前，就在日用平常之中。诸佛菩萨，这是化身菩萨，他们觉而不迷，设法界的众生我们更不必说了，迷而不觉啊，事就在眼前，迷而不觉。觉的作用是什么呢？觉的作用是事事无碍啊。我们今天呢，事事都有障碍啊。啊，确实这么多年来了，做一点好事都障碍重重。那是什么呢？迷而不觉啊。
所以这个一课的经文啊，就是这一大段呢啊，是玄门。对于我们修学，觉悟，提升境界，帮助很大了。啊，所以我们在这一段呢，是多用一点时间。啊，好好的来学习。大师引用的《华严经》六十华严啊，净译的六十华严。经上有这一句话的经文啊，一劫是多，多劫是一。这个里头意思很深呐、啊。一是任意，不是定意。一就是一切法，一法，一法。啊，哪一法呢？什么叫一法呢？业微尘也叫一法，一根毛端也叫一法，都是什么呢？都是法界，都是宇宙。为什么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啊，我们学了这么久了，至少有这个概念。啊，这个一法，一切法从哪来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我们就说心性，这个心是自性。一法是自性现的，一切法也是自性现的。它是一还是多呢？清凉苏超里面这个地方也用了，底下接着用的是又大苏云，如镜与镜色二不相离。啊，镜是一法，镜色也是一法，用金来比喻体，用色来比喻相。我们渐渐就能体会到这个意思了。体是极的，净土里面讲的常极光，体是极的，不动。啊，相呢？相是光，你看极光，常二不相离。那是常啊，
永恒不变的。它起作用，体有没有变化？没有。哎，体变成了物质现象啊，变成了精神现象啊，怎么说没有变化呢？那个变是实变的，色妄识不是真的，是假，是妄的。妄依真起，如果没有真，哪来的妄？于是佛告诉我们，真妄不二啊！啊，这都是事实真相啊！你要是觉悟了，明白了，原来妄就是真。啊，真不离妄，这个觉跟迷差别在哪里呢？觉了之后啊，不执着了，不但不执着了，都不分别了，不但不分别了，与一切法里头不起心不动念了，就觉了啊，所以他得的受用啊，是无碍，自在无碍啊。迷的时候，迷的时候，于色，于心。于业于多都不自在啊，处处都是障碍。这障碍从哪来的？障碍从迷来的，从不觉来的。这个道理，事实真相啊，我们要了解啊。那要怎样才能够入华严境界呢？啊，华严境界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无二无别。如果你能入华严境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是生十宝庄严土啊，你不在方便土，也不在同居土，大幅度的提升了啊。这个事情在我们现前，要不要认真学习呢？要。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娑婆世界修行一天，等于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那我们就晓得，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此时此地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啊，搞清楚搞明白叫看破，看破之后你自然就放下了啊。怎么现在为什么放不下？没看破啊，都把境界相当真啊，啊，认为我是真的啊，你也是真的，这环境也是真的，殊不知全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佛在般若经
这大家《金刚经》念的很多啊。你看《金刚经》里讲的多清楚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哪些是有为法？设法界一正庄严，全是有为法。啊，设法界里面的佛菩萨、声闻缘觉，哪个不是无为法？啊，不是有为法。有为就是有生有灭，就是有为。啊，要证到无为了，那就不再是法界了。啊，至少是诸佛如来的十八土。为什么十八土？经上讲得很清楚。佛说的话很有趣味的。有生无灭，常寂光土不生不灭，十宝庄严土有生无灭，设法界呢有生有灭，这给你讲眼前的现象。啊，你所感受到的啊，而实际上呢，实际上要讲到诸法相即，生灭不二啊。迷雾是一也啊，越讲就越玄了，玄就是妙啊。那我们初学的人呢，越来越困难了。啊，不知道佛菩萨说的是些什么，我们都听不懂。听不懂不要紧，不要怀疑。啊，佛菩萨讲的呢，字字句句都是真话。啊，我们迷了。不是我们眼前的境界。什么时候我们破迷开悟了，就懂了。经上的比喻也比喻得很好。啊，比喻我们能理解一个方法。啊，他用水跟波做比喻，水比喻意，波呢，波是波浪，比喻多啊。我们住在香港，香港在海边。啊，香港九龙当中是个海湾，这水是海水，咸水。我们每天都看到水跟波，天天都看到。啊，波就是水，水就是波。这个极用一个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啊，水就是波，波就是水啊。那为什么有两种名称呢？两种名称现象不一样，水是静的，啊，不动的时候我们称它为水，起了波浪的时候我们叫它做波。啊，
波跟谁是一，不是二，彼此相即。啊，谁就是波，波就是谁，彼此相即。而过自在，虽然过自相即，水还是水，波还是波。啊，这就是过，过过自在。这是玄门里面讲的相即自在，用这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一切法。这个比喻好懂，啊，一切法了，相即自在，就像水跟波这个样子。这可能呢，把我们就拦住了。我们换一个比喻，它是不是这样子？现在科学发达，我们从比喻方面来说，就得到更多的资讯。我们人生啊，比如说一个人，这是一；一个团体呢，这就是多。啊，我们这个佛陀教育协会，这是个多。啊，我们有这么多人在一起学习。这是多啊，一在多里面，这里面能看到一多相即，一多自在，啊，我们一个人在团体里面是团体里头的一员。啊，说团体的时候，我们在其中。就像波跟水一样。再深入的来看呢，我们一个身体也是多。为什么？身体是有许许多多啊。器官组成的，每一个器官它是独立的，它是自在的，合成一个身体，这个身体是多。身体也是自在的，每一个器官也是自在的。如果说今天的方法来分，科学方法来分，这器官是由许许多多分子组成的，啊，分子是由原子组成的，那就更多了。啊，这个身体，一个人的身体，有多少个原子？啊，每个原子是一，整个身体是多，啊，组成了这个身体。
啊，那现在我们也知道，这个组成我们身体的这一些元素，原子、电子，去新陈代谢。它不是永恒的啊，刹那刹那了，在那里生灭啊，生灭是过的生灭，它不妨碍全体啊，像我们团体一样，我们一个人离开了啊，再有一个人加入了啊，就跟我们这个身体里面的组织啊是一样的情形。我们没有感觉到啊，这个细胞少了一个，又生了一个新的。实际上呢，真的像佛所说的相即自在，啊，所以佛在华严经上可以讲的跟我们讲的什么，讲的是究竟圆满的科学跟哲学。啊，现在科学进步给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啊，证实了佛在经典里面呢给我们所说的。华严经上讲的。啊，这个世尊举的例子。啊，书里面讲的呢也是经上的话。啊，大苏是清凉大师的，啊，他老人家所说的。下面说，至于本经，《无量寿经》里面有没有这些话呢？有。啊，本经法藏因地品，这是第四品。有这么一段话，这经文：世尊能言一音声，又勤各国随类且，又能现一妙色身，普使众生随类见。这里面讲了两桩事情，一桩事情啊，佛说法。啊，这个很多同学都知道，大乘经上呢这种说法很多，佛以一音而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跟此地讲的世尊楞严一音声，有情过过随类解，是一个意思。一音是一啊，一切众生是多啊。啊，这一音到许多不同众生的耳边呢，个个都变成他能够理解的音声。那我们要问佛说了没有呢？佛说了，到底佛是怎么说的？佛要真的说了，
应该听众里面啊，佛说的是哪一种语言啊，能懂得这一类的语言他听得懂，另外一种语言他听不懂啊。你说佛到底说是谁说哪一种话，为什么所有众生都能听得懂？这个境界，祖师大德只用一句话说：不思议境界。佛真说了，不是假说了，佛真说了，谁都能听懂。他自不自在？自在啊！啊，中国人听的佛说的就是中国话啊，印度人听的这就是讲的印度话，这叫相继，就是叫相继。哎，不但我们人间呢能听得懂，畜生也能听得懂啊，不同维次空间的所有众生全都能听懂。这是什么？这是信德。这里面呢完全没有妄想分别执着，所以它是圆融的，它是没有障碍的啊。这个因到哪个地方叫它自然就变成它能理解的因啊，自动的自然的。而佛告诉我们，佛这个能力不是他专利的，一切众生个个都有啊。那现在我们为什么丧失掉了呢？啊，丧失掉是我们自没有障碍，自作障碍，那就没法子了。自己造的什么障碍呢？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自己造的，这个东西自信里都没有的。只要离开妄想分别执着，你就完全看到诸法相即自在啊。前面讲相容，互相包容，这个地方讲的更亲切，讲的就是啊，一点分别都没有啊。啊，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菩萨修行他要开悟，他要见性。啊，摄玄就是信德的圆满显示啊。我们看到了羡慕啊，非常羡慕啊，也想能够啊入这个境界。能不能呢？能。不能，佛就不教我们了。那怎样才能呢？放下就能了。啊，放下见思烦恼，小悟刚入门呢。放下分别，大悟。放下妄想，彻悟，就入境界了。
这不放下不行啊！啊，放下难，难在哪里呢？第一个是自己的烦恼习气太重了，无始劫来的烦恼习气啊。第二个是我们现前的环境诱惑太多了，诱惑的力量太大了，一般凡夫敌不过啊。你能不受诱惑吗？过去学佛的环境比我们好，啊，100年前，科技还在萌芽的时候，没有这么大的诱惑力。这100年的科学技术啊，真的是突飞猛进啊，日新月异，五花八门。啊，他来扰乱我们的六根，这是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呀。那要没有很深很深的善根，你学佛能成就吗？佛在经上跟我们讲，祖师大德说的更多，说的是真话。啊，84000法门，在今天都度不了众生了，不是法门有问题，众生根性有问题。啊，众生根性，我们用一句话，同而言之，啊，业障太重了，所有经教法门都没效了，好像你得的这个重病呢，这医药啊都用不上了，只有一门，这一门就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一门呢还是得放下，如果不放下了，这一门还不能成就。啊，可是这一门呢要求比其他的法门呢要宽松，其他84000法门都要断烦恼才能成就。啊，这个法门不需要断烦恼，只要伏烦恼你就成就了，伏比断容易太多了。啊，伏什么？自己真有个决心。啊，我处处啊躲避，少给这些这个外面境界接触，这是个好办法。接触你不能不受影响啊，少接触好啊，多接触佛菩萨。佛菩萨在哪里呢？《无量寿经》《阿弥陀经》就是佛菩萨。牢牢地守住啊，绝不能掉以轻心，真诚
恭敬。啊，看到佛经就像看到阿弥陀佛一样。看到阿弥陀佛的像，无论是塑像还是画像，就像看到阿弥陀佛真人一样，不相舍利。我们才有可能在这一生当中啊，永脱轮回。在这里确实要知道轮回苦，要看破世界，这世界有乐吗？有，不是真的，假的。啊，你能享受这个世间的乐，时间非常短暂。来生怎么办？来生堕到三途，出不了六道轮回，苦啊！啊，经里面常常形容啊，六道是苦海啊，苦海无边呐、啊，叫你回头是岸呐、啊。啊，所以你要看破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只有苦，没有乐。啊，乐是什么？乐是坏苦。啊，佛家把苦分作三大类呀，苦苦、坏苦、行苦，这三大类呀，得认识清楚啊。啊，我们认识清楚之后，啊，自自然然的。我们要想找真乐，找永乐，啊，找到西方净土，那是真的是真乐，是永乐。你真能看破了。你修净土的功夫就得力了啊，没有看破，还留恋在这个里面啊，那这一生也只能说给这个阿弥陀佛结个善缘，往生没有把握了。啊，那我们要到了极乐世界，这个境界就显现了，跟诸佛如来一样，夜应说法。啊，一切众生都没有障碍。相融相济啊。底下一句是，又能现一妙色身，普施众生随类见。妙音妙色，啊，这底下说，一身中有一切身。这一生是什么？啊，我们知道佛有三身，啊，佛有三身，我们就都有三身。啊，佛有十身，我们也都有十身。我们绝对没有跟佛比，没有少他一样。他有什么，我们通通具足。所以具足呢，
我们现在有障碍，显现不出来，啊，不是没有。我们把障碍去掉了，就显示出来了。啊，那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法身呐、啊，啊，多啊，一切身。一切身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是怎么现的呢？众生有感，自然就现前，现一现正，一正通通现呢、啊。一切身呐、啊，啊，变法界应化身，啊，一切，啊，一切皆一，一切一切。我们在这些年来，宗教界也觉悟了，可以团结了，啊，这也就是语言成熟了。什么缘呢？地球病了，地球有了危机了。啊，不管你是哪个宗教，你没有离开地球，地球病了，大家要来救啊，所以他就可以合作了。啊，我们现在讲多元文化了，那一个宗教。一切呢，就是一切宗教。一切宗教就是一个宗教，一个宗教就是一切宗教。宗教也是相即自在呀、啊。啊，多元文化。实际上，这种概念在中国至少1000多年前已经落实了。啊，中国传统文化今天提起来，诸位啊，立刻就能想到儒释道三家啊，儒是一，道也是一，佛也是一，30多啊，一界是三，三界是一，一多不二。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看到，在形象上确实有三家，形象不一样啊。可是，在教学上，在境界上，三家相即了。他真学吗？
啊，学儒的人，他读佛经，他学老庄，他都学。啊，学道的人，这些道长们，他念四书五经，他也读佛经，啊，他读通啊。学佛的人啊，在过去学佛，决定有四书五经的基础，啊，有老子、庄子的基础，才能入大乘。啊，特别是唐朝中叶以后啊，啊，佛学佛的人不再学小乘了，用儒跟道来代替小乘。啊，所以我们看到啊，好像是少林寺的石碑。啊，混元三教徒赞，啊，三教九流是一家，真的。啊，今天宗教界觉悟了，啊，所以我们这三教九流是一家的这个图啊，得要多印呢，多多的送给他们，啊，因为这个碑。啊，相传呢是唐肃宗时代的。啊，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啊，距离我们现在应该有1500年。中国人已经落实了多元文化了啊！那讲多元文化，这中国古人还是老祖宗了啊！所以，中国这个国家5000年的历史啊，这样大的版图，这么多的族群。啊，这么多的人口，几千年来长治久安，靠什么？靠多元文化，不是一家独大了，平等的。啊，每一家都第一，佛第一，儒也第一，道也第一。啊，如果他要不能相继相融，那就有第一、第二、第三。相继相融，个个都第一了，没有第二了。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为什么呢？个个第一就称心了。这个里面深的意思是一切法里面一界一切一切皆一一微尘里面有整个宇宙的信息，那是多啊，一微尘有整个宇宙的现象，加芥子那须弥，这是佛在经上常讲的比喻，芥菜籽跟芝麻粒差不多大了。啊，能容纳须弥山呢？啊，这是佛常常举的比喻。而实际上，我们在华严上看到了，
一微尘里面有大千世界，相继啊，一切微尘皆如是啊。啊，所以跟你说，一皆是多，多皆是一，这都讲的是事实真相。啊，你认为什么？一微尘是自性，一切微尘也是，一切刹土也是自性，性心是变了。称性自性里面没有大小，自性里头没有先后。啊，宇宙什么时候发生的？当下一念。没有先后啊。啊，这个说法真难懂。啊，但是我们今天不能不感谢近代的这些科学家。特别是量子力学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了啊，量子科学里面所说的跟十玄门非常相似啊，所差的呢，他没有讲到性，没讲到自性。啊，除这个之外，啊，我们讲大乘教里面的法相唯识宗，唯识的这些大师，你看看他的口气，唯是唯独，宇宙之间有什么？只有识，除识之外什么都没有，叫唯识。识是什么？识是能变，一些万法呢？万法是所变，能所不二。能所是一，所变是假的，能变是真的。啊，所以他讲唯识啊，啊，唯识就是阿赖耶的三细相啊，啊，科学家发现了，业相，业相是业相就是波动的现象，能量。啊，转向，转向就是信息。啊，八个识，五十一个心所，通通都有信息。啊，境界相，境界相是物质，心无一缘。不能分离啊，就像弥勒菩萨所说的，啊，一弹指之间就有32亿8000年，那就是能量啊，念念成形，形皆有实。这今天量子力学证明了，这不是假的啊！而法相宗比他讲得更清楚，讲得更明白啊！的准阿赖耶成大圆镜智，那就见性了。
转八识成四智。如果量子力学家要懂得转八识成四智，那他就成佛了。这些人聪明这些人一接触佛法，那可了不起了可是转就得放下放下烦恼障，放下所执障，才能见性，也就是说才能入华严境界。这是入华严境界，就是明心见性的。见性之后，你就能现妙色身。不是你有心有意现的，也不是你无心无意现的。跟你说，有心有意，无心无意都不行，都现不出来。为什么呢？有无是对立的。你还在六道，有无是染法，不是净法。一定要在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是真的。真心、自信、圆满的显露。那个时候你所现的妙色身怎么现的呢？应众生之所感，众生有感了，你就能现如果我们真的懂得这个原理了，知道这个事实真相了，给诸位说，我们的心就定了。心，这妄心啊，不再浮动了。一般人常讲啊，心浮气躁。你的心定，你的气就和了。你跟一切诸法呢，就《华严经》里面所说的，你已经处在无障碍的法界里面了，得大自在啊！现在证了，现证，身体还在这个世界。能不能得自在呢？能，确实得自在。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演的，这示现的，30岁证得，证得他那一天之后，
摄玄是他的境界。49年讲经教学，那是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教给我们，凡夫一生成佛。他做出给我们看，表演给我们看，我们看懂了，看明白了，学他那个方法，我们也能成就。有例子吗？有，很多。你在《大藏经》里面看看，《高僧传》，出家人啊，成就的、参禅的大彻大悟，学教的大开元解，念佛的理业心不乱，跟释迦牟尼佛真的没有两样啊。凡夫看不出来，啊，《华严经》当机十种，末后一种叫大心凡夫，啊，这种人能看出来，啊，什么是大心？真正发菩提心的凡夫啊，啊，菩提心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十个字他都做到了，哎，他能看得出来。啊，中国谚语所谓内行的看门道啊，外行的看热闹啊，一般凡夫是看热闹啊，他不能成就，内行人看门道学会了啊，所以在家的你看成就这多少人啊，出家的在家的啊，圆满成就不容易啊，成就有三等呐、啊，放下见思烦恼，《华严经》上讲的执着，真放下了，成正觉，这是最下跌的。再放下分别，与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分别了，他得到的是正等正觉。我们这个经题上的平等性质，他真的。菩萨了啊，最后能够把起心动念放下，这妄想，不起心不动念，他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佛陀啊，中国大乘八个宗，无论修学哪个宗哪个派。方法不一样，
方向目标完全相同。所以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啊，总在你真的看破了，真的放下了，你就真的。啊，我们自己要认真反省自己能不能做到，不能做到我们就死心塌地跟定了阿弥陀佛。啊，敬重简单呐、啊。总共只有五经一论呢，分量都不大。五经一论啊，经文的时候合定起来，小小本一册啊，经中的典籍全部在其中了啊。如果觉得五经一论太多了，行，这六样东西里头你只要用一样，你就成就了。啊，真的，一经通，一切经通。啊，他要不通，那是玄怎么玄法？学不起来了。啊，一样通了，样样都通了。这一节是多，多就是一啊。啊，一部无量寿经。是一，一切经是多，一切一切，一切皆一，相融相济啊！啊，为什么这一部经是世尊从自性里头流露出来的？一切经也是自性里流露出来的，那怎么会不通呢？啊，再告诉诸位，不同的宗教，你说这个新旧约是不是自性流出来的？古兰经是不是自性流出来的？没有一法离开自性啊！那你要是这一经通了，这所有宗教经典通不通？通了，全通了，世出世间法都通了。啊，再把范围扩大，天上人间，下面到三途，没有一样不通啊，全通了。不离自性嘛，啊，大乘经里面佛说了这么两句话：性外无法，法外无性。啊，法是一切法，所现所生的，心是一个心。能生能现，啊，所以一切法就是自性呐。自性哪有不容的道理呢？自性哪有不通的道理呢？啊，所以我们团结宗教，你说有没有必要叫他们改信佛教？有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啊，要教他什么？要教他看破放下，他那个经就通了。
啊，宗教里面都讲有个真神呢，创造宇宙的真神呢。你什么时候能见到这个真神呢？你看破放下就见到了。啊，现在他们讲真神，真神没有形象，真神没有身体，真神遍法界，遍虚空界，无时不在，无处不在。他讲这个。啊，无时不在，无处不在，没错，你见到没有啊？啊，放下就见到。为什么见不到呢？因为你没放下。啊，你没看破，你没放下，看破放下就见到了。啊，宗教里面讲的真神，唯一的真神，佛法里面讲的自性。是一桩事情啊！啊，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啊，不但宗教如此，世间所有的学派，哪个不如是呢？啊，也许人有人问，宗教学派里头有邪有正呢、啊？对，邪正都不离自性。什么是正法呢？与自性相应的是正法，与自性相悖的是邪法。如果我们更进一步来说，觉悟的是正法，迷惑的就是邪法。法有没有邪正？没有。邪正从哪？邪正从迷悟啊！你也是悟了啊，邪法也是正法。那迷了呢？迷了正法也是邪法啊，《华严经》也是邪法。这个道理要懂啊！啊，为什么说法法都是正法？性现的嘛，性现是变嘛。不立自性嘛，立自性没有一法可得。那我们要问，如果真正觉悟了，妖魔鬼怪也是正法吗？是。畜生、恶鬼、地狱都是。啊，众生造业，堕到地狱去了。地狱是正法，为什么呢？他在那里消业障啊，业障消尽了就能成佛啊。那业障不消掉怎么行呢？地狱跟天堂平等的，没差别。哎，地狱里头消罪业，这个罪障；天堂里面消福报，你修得消福吗？那也得要把它消掉啊！啊，天堂就享福，一个道理啊。
啊，你就再不会有分别了，再不会有执着了。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啊，真正教弟子的时候啊，善恶业都不能造啊。啊，佛教弟子修净业，啊，净业是什么呢？善恶两边都放下，你要放不下。放不下你出不得六道啊，不是去受罪就去享福享福啊，你把你所造的一定有个地方去消啊，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出六道轮回得修净业啊，净业是什么呢？断恶修善是净业，造作恶业不着相也是净业啊，无论你是善是恶，只要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净业你信不信？你要不信你看看华严经末后五十三参，胜热婆罗门的愚痴，甘露火王的杀业、善业，那净业啊！你们专干贪嗔痴的，谁呀？菩萨了啊！善哉童子去参访啊！啊，善财去参访，明白了，觉悟了，把自己境界提升了。啊，在这个境界里头啊，叫练心呢。练什么心？不分别，不执着，不起心，不动念。你要没有经历这些思想，你怎么晓得你不起心不动念了？你怎么知道啊？你不分别不执着了？啊，一定要经历。啊，历思练心。啊，到什么时候开始？见性之后，没有见性之前，你不能修这个法门。你修这个法门的时候，你心被境界转，你自己做不了主宰。啊，一定要明心见性，真看破放下了，不会被外面境界转了，啊，才来修这个法门。这个法门叫最后的考试，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这个考试通过了，你成就了。啊，善财给我们表演的一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啊，也就是说这五十三大类的境界摆在面前，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连起心动念都没有，
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东美先生把《华严经》介绍给我，他说这叫真智慧呀，真学问的，真德行的，通过考验的，这不是假的。啊，通过历史练心呢，才成就无所不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啊。根本知是在老师那里成就的，厚德知在生活当中成就的。啊，生活就是历史练心。啊，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菩萨修什么？修个不起心、不动念。啊，凡夫在境界里面。修不执着啊，这是一步一步往上提升啊，不要执着啊，真的执着的念头都没有了，你成正觉了啊。小乘是阿罗汉，大乘是七性以上的菩萨啊，十信位里头的七信以上啊，然后再修不分别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修不分别啊，最后在境界里面修不起心不动念啊，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了，超越十法界了啊，你真的成佛了。那个时候你所现出来的境界就是十宝庄严土啊，在十宝庄严土里面再去把那个起心动念的习气彻底放下长寂光就显现了，长寂光是什么？自信啊，你就圆满成就了。啊，所以一界是多，多界是一，总的来说一是性，多是相，性相是一不是多，所以它相即我们再看下面呢，黄老居士又引用了第27品歌叹福德品，啊，这里面有一段经文，其所散花了，寄于空中，何为一花？花界向下了，断缘周匝，化成花盖。多花成一花，故多皆是一啊。啊，一花中含多花，
的一个大话盖里面许许多多的话了，一解释多。啊，这个例子跟我们前面所举的，啊，我们一个人跟一个团体，意思完全相同。一朵花是一样，啊，在花盖，啊，整个花盖里面，那花盖是一个大花，啊，许许多多的花。做成一个花盖，啊，这吊在空中，花朵向下，美不胜收啊！啊，这也是显示出诸法相即自在，啊，那么这是《无量寿经》上所讲的，我们要细心去学习，啊，要能在自己日常生活当中，看到这个现象，舍门，门门如是，都在眼前，我们能看到了，能明白了。虽然没有其如，也到门口了，啊，也真的看到了。那为什么不能其如呢？不能其如是没放下。能放下一分，你就入一分；放下两分，你就入两分。妙不可言。看破了还不能起伏，这什么原因？以前李老师跟我们讲过，看得破忍不过，自私自利的习气，名闻利养的习气，共高我慢的习气，贪图享受五欲六尘的习气，忍不过，这一点完全是修行的功夫问题了。行门的功夫，啊，解门没有问题，解门看破了，啊，行门放不下，所以佛法的真实利益了，你想不到啊。啊，古人说了一句话，说得好，说士为哪有法味浓，人间天上这种福报的享受，这士为呀，啊，要跟法味比的时候简直不能比，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问题呢？问题呢？乏味你没有尝到啊，解悟没尝到啊。啊，好像在宴席里面给你念菜单呢，一样一样念，你都听到了，没吃到啊。你不知道什么滋味啊，怎样才尝到呢？放下就尝到了。哎，诸位要知道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演的全放下了。啊，每天吃什么？到外面去徒步，你就给什么吃什么。啊，没有分别，没有执着。你说他吃的是什么味道？跟你说，无上的妙味。为什么？人家供养一钵饭很普通，啊，到穷苦人家那个饭很不好吃啊。啊，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接受，为他修福。啊，供佛的佛宝很大了。为什么到佛口里面味道就变了？境随心转。所以佛尝到的味都是无上妙味。境随心转嘛，那佛的心是无上心嘛。啊，境界到他那里都转了。啊，佛要是给我们把味道给我们吃的是我们自己的凡夫，为什么？我们的心是个妄想心啊，把它那个上味的时候也转成没味道了。道理在此地啊。啊，不一样啊。啊，一切都是随着心。这个心，我们讲心态、心念，啊，全是随着转的。啊，如来才真正叫平等一位，无上的妙位。六根。一根如是，其他的五根也如是。啊，他眼睛看的妙色。啊，我们同样，比如说在看画，在欣赏画，啊，同样在看，感受完全不同。他看的是妙色。啊，他听的是妙音，他出的是妙法，没有一样不妙。啊，为什么知道妙？看十玄就知道妙。这是我们跟他不相同的地方啊。啊，一般学教没想到这一点呢。啊，只是看看文字，看看过去就算了。啊，已经学会了。啊，真正学习，这字字句句要来品尝品尝啊。啊，我们虽然没有直接接触到。啊，大致上也能够体会到一点方法。我们法喜就生了。
啊，法喜充满没有？法喜有，不能说没有。如果真的没有，我们对这个经教就感觉到枯燥无味。啊，看出门道的时候，这里就有滋味了。你会欲罢不能啊，越看越想看，越听越想听啊，这就是乏味啊。我们从自己境界上能体会到这些，我们就会想到比我们高的阿罗汉，再比我们高的辟支佛菩萨啊，菩萨还有51个等级啊，最上面是佛陀。每一个阶层境界都不一样，于是我们能体会到每一个境界里头法味不相同，越往上去越殊胜了啊，这才明白古人这一句话了，世味哪有法味浓啊。啊，世间人什么样的快乐，人间天上，那跟佛法一比，啊，比什么叫枯燥无味啊？又何患六道里头，如果没有德行，享受五欲六尘，没有不造罪业的。明眼人清楚啊，看到你以后的果报啊。啊，凡夫无知不能觉察了，这凡夫是我们人道，实际上有些说老实话，人不如鬼，鬼有五通，他能看到啊，善恶祸福报应鬼神很清楚啊，报德的五通啊，他比我们啊，真的是回头的话，比我们精进啊。现在鬼神闻法，得度往生的真有。啊，一般来说呢，就超度这些鬼神呢，升天的最多。啊，又回到人间来，这投胎了又回到人间来着，也不少。啊，真有往生的。啊，真正聪明的不再搞六道轮回了。啊，灾难，鬼神比我们清楚，我们不如他。啊，今天的灾难要如何化解？
我这一次去访问天主教教宗，一般人称教皇。主要也是讨论这个问题。现在灾难全球性的，化解冲突，这是因呢，修因呢。祈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这是果啊。要用什么方法呢？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祈祷，有没有效？有效。心地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就有效果。佛门里面，金忏佛寺我们提倡三世心念，都是属于这一类的，名扬两利呀。但是要知道，这是治标，不是治本。祈祷能救急，这个接难的时候确实很有效果。可是，隔一段时间呢，人很健忘啊。就把这个事情又收获了，那灾难又现前了。所以它是治标，不是治本。治本是什么呢？佛菩萨教导我们，释迦牟尼佛一生表演给我们看，讲经教学，一定要教人破迷开悟了，这个问题才真正解决，彻底解决。我想有一些同学知道，日本江本慎博士，他这十几年做水实验，说明一桩事情，矿物的一滴水，它有受想行识，它懂得人的意思，它有感受，你欢喜它，它也欢喜你，你讨厌它，它也讨厌你。他有受想行识。换一句话说，我们今天讲的有机体。水是矿物啊。有受想行识啊。佛告诉我们，所有的物质现象通通都有受想行识。一沙一尘都有。何况是植物为什么？因为它是性显的，性里面本来具有的是见闻觉知这自性的性德迷了的时候，见闻觉知就变成受想行识心物一体，不能分呐。
要是真正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今天地球上发生许许多多的灾变，有没有办法把它制止，让它恢复正常？有。连地球，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在这50年之内啊，南北极、磁极已经偏差了5度了，所以现在气候不正常。能不能让地球磁极再恢复正常？有没有办法？有，确实有办法。祷告都会有效果。啊，科学家告诉我们，地球上现在是居住的人口60多亿，啊，能有1/1000的人真正发菩提心，断恶修善，就能够帮助地球化解灾难，恢复正常。他举的例子很好，100万居民的城市，能有100个人，啊，用真诚心、清净平等慈悲心，啊，100个人在这里做祈祷。这100万人的都市啊，真的消灾免难。但我们要问，你能相信吗？那么多人造罪业，啊，100万人造罪业，100人能救吗？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解释了：邪不胜正。他人多了，他是邪；你人少，你是正。啊，真的是邪不胜正。啊，所以他能产生效果。啊，但是这个要知道，这是治标，不是治本。能救一时，不能长治久安。长治久安，一定靠教育啊！世尊为我们展示的是教育啊！急难的时候也叫我们祈祷，你看看，就在这个经上啊，《无量寿经》啊，啊，经上佛就告诉我们，如果真的遇到急难的时候怎么办呢？求观音菩萨。啊，念观音菩萨就能化解眼前的灾难。有道理啊。啊，但是真正要是治本的方法，从我们内心里面改变。啊，真正发菩提心，真正依教修行。啊，这问题彻底解决了。啊，确实能够帮助地球啊化解灾难，帮助地球恢复正常。啊，那么世界上六十亿的人口，那要多少人发心呢？好像是8000人。啊，有8000人真正发心，能拯救地球啊！啊，现在协会里面这个发起啊，修6合敬，啊，如果全世界能够有8000人，我相信这个不难。
啊，在电视机面前，在网络面前的，啊，真正发心有8000人回头，真干，啊，真正落实六合敬，落实六合敬，也就是一定要落实《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这三样都落实了，六合敬就真的落实了，啊，不但救自己，救了地球。啊，所以我希望这个，在网络上，在微信上，同修啊，我们真发心。啊，我们要把这桩事情当作我们这一生第一个使命。啊，我们来是帮助地球的，是来拯救地球的。啊，这个非常有意义，啊，是一桩很伟大的事业。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